的风云太匆匆，亲像体谅阮为理想的走纵。天气美丽，闪是夜空，月亮不知你打拼的轻松。我要让花蕊有笑容，袂受风霜。阮将鼓励看作力量，祝你成功。我将思念寄春风，心爱的就保重。阮将幸福抱在旅途，等你回家乡。是温公，想袂到我修行开了百年了，竟然阁会当拄到温公。春姨啊，为着你，啥物代志都愿意做了。以后你若是嫁予别人，咱两人就应该要拼现。阮理解规矩就是，你用多一只手偷摕物件，迄只手就要付出代价。吴春喜啊，我无需要你啊，张文斌你嘛同款。李夫人，你想看卖啦？一个囝若是要兴旺，厝内就是爱有骨力、唔惊食苦的人啊。所以咱应该爱甲对于你甲未来有帮助的人甲留落来，安尼唔才对啊？你讲对吧？春喜啊，你留落来。张文斌，你会用走啊？以后阮李家，还佫有两个后生吼，都交予秀娇甲春喜啊。文斌啊，哎，才吵一打啦！不，哎，文斌啊，那个李夫人是不是老翻天哈？伊安尼清清彩彩就把你安尼赶出去，伊也唔想看卖啊咧。伊迄两个戆囝是你家教甲变巧的呢。哎，只要存意哦，伊无代志就好了。你哦。真正有够顽皮啦！为着一个注定要嫁予别人的春意，你看，你家己的手拢受伤啊啦！为着伊哦，受一挂伤，我嘛甘愿啦。是讲哦，迄白秀哟是为刀走出来生啊长啊，嘿，我真无简单呢。伊人一出现，就甲你赶走。一定不是啥物好人，而且哦，一定生个歹滋滋啊！哦，无喏，我拄则看到伊。伊阁生得了袂歹呢，会当讲是一个美人呢。嗯，你当作我今日阁是彩礼哦？你会当把这鸳鸯花看作是牡丹花？你讲伊是大美人哦？我真不相信。喂，工人能搞啊？做嘿。张先生，啊，秀秀小姐，你唔免这么客气啦，你给我文斌就用起啊。文斌，真正真失礼啦，啊，我唔知影头家娘会安尼决定，害你无头路。我无要紧啦，千算万算，无代志天意，这一切都是缘分注定好好的。不再讲啦，我是一个罗汉卡，无补无够，我一个食饱吼。有机会就罢了，而且我阁是哩，伊无要紧，伊还阁有机会甲延长。秀玉小姐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文斌的结拜兄弟，我做陈俊贤，你会当叫我小贤贤就会用你啊。文斌，我看你遮的图拢画甲真水，那是甲遮的图做成赤手，一定有足侪贵妇人会介意的。所以我代表复兴保证，把你这些图全部拢买来，你即马会当开价啊！秀玉小姐，
你唔啦人水，心也水呢。兄弟啊，这淡薄啊收你哦，算是补贴你啦吼，你就卖拒绝人啊。收留小姐，你讲对无？好啦，那恁收留小姐就麻烦你啊。我这吼所有例外，你都会当查登去啦。介绍在你开啦，都好讲啦。好，安尼才麻烦恁替我送登去保证。好啦，无问题，我会亲身替你送。文斌，安尼我先来等啊。春雅，文斌，我有物件要送你啊。啊，这里我熟悉，这是我的戏。啊，另外一边呢，是鸳鸯。这顶面的图拢是我亲手画的啦。啊，这顶面的字哦，嘛是我亲笔写的，我阁专工哦，叫人请收起你的啦。啊，你有介意无？介意。你有介意就好啦。啊，我送你这个纸袋啊，是希望你会当。花大财啦，啊，赚钱赚不完啊！多谢你，文斌，我已经找无机会甲你回室内，你的手敢有要紧啊？哦，我的手不要紧啦，其实迄天哦，李夫人有责啦，应该哦，唔敢甲你拍啦。你即马哪会当过来摆搭？啊，李夫人知影伊袂生气哦。你放心啦，我甲我阿哥拢已经讲好啊。以后只要是莫去影响到你家，还佮有保证的行李，我若是有闲，拢会当出来摆搭。哦，那安尼就好啦。对啦，那安尼你咧，伊即摆生活敢过会去？啊，非得我即摆就卖我的二话啊！若是二话卖袂出去，我就来去卖烟肠啊！啊，卡输哦，我烟肠若卖袂出去哦，我就有足侪烟肠会当食啦，我袂晓死啦，你莫烦恼我啦。你哪会遮好笑？无安尼好啊！你吼，甲我斗想呾，等一下，我请你食物件。好啦，我来甲你斗想啦。好，你摕过来，这啊你吃起来。哦。文斌。我竟然整个头壳想的拢是你，什么时阵，伊才阁会当这么温柔的看我？一个五寸戏，你伫个文斌的身躯边破坏我的好代志。我一定要想这个办法。干嘛呢？
纯喜啊，啊是你哦，才会当信任啦。看我安尼，和你头一个就撞来啊！真正我阁想要将你赶出去，实在对你足歹势。阿哥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啊，不过我拄只听你伫喊面的时阵，一直伫叫林大发，迄到底是啥啊？你应该知影，林姑丈吼，伊会晓算数啦，啊，不要去挨擦咯。也去替人算账的代志啊！我知，后来高丢倒转来，就开这间豪兴宝庄。是啊，迄、那个海产都是林大发，尾啊，伊被官府掠去啊！迄当阵伊都有讲过啊，伊讲吼，恁高丢都是暗藏伊的钱啦，才有法度开这宝庄，伊一定会转来报仇啦，一定会转来讨笑的啊！阿哥。你莫烦恼啦！你看，你当年拢做遮尔侪善事，而且既能自有天相，表兄一定会无代志的。而且这个、林大发，就算拢是走出来，伊年岁嘛遮尔啊大，哪有可能不出什么代志？希望是安尼。把这粒抓到完吃下去，一粒细粒粒哪吃会饱啊？李书海，你欠我的该害我了，我就准备找你报仇。你今嘛随去跟恁头家去讲，讲我林大发已经来啊。叫伊将金票、现金、房客、地客拢嘛摕过来，啊啦，我就予伊绝交子孙，进去。好啦，好啦。哈哈哈！哎，阿水，啊你目睭安尼，敢讲小金丹又搁走出佚佗？你在那休困啊？啊！哦，腰酸不疼，就疼。嗯，我哪会安尼？哦，我知影，你是毋出去佚佗，佚佗到腰酸背疼，对不？嘿，我哪有走出去耍？我咧背看册啦。哦，你知影无？伊透早嘛看，暗时嘛看，还佫有啊，还看迄奇奇怪怪的册。哦。害我都蹦出来啊！啥？啊是看啥物？看到你目睭要扑出来！哼，我看麦。啥？金斑梅？文斌啊，啊你啥那？你油头革命啊？唉，你讲出来，我这个军师哦，唔只会当替你解决，对不？我嫁的哦，是迄种有男子汉气魄的查某囝。我从来唔捌想过要甲你这款读册人做伙。人拢讲甲遐尔啊清楚哦，我看你是无望啊啦。哪会无望？
伊若较早甲我讲哦，我会当表现我的武胆啊。啊，是讲这武胆是要安怎表现啊？武胆，你拄好这项无啦。哎，文斌啊，啊是讲天家下有遐尼济查某囡仔，啊你拢唔去爱，啊偏偏爱一个烟仔花哦。我就介意啊，要我倒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卖讲这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今日有早一项物件要予你，绝对袂予你闹开哈。哎，秀小姐，我等下啦。哎，车坐，车坐。你坐呀。啊，你坐坐吼。小姐姐，我跟你讲，这哦是我书记的宝酒，人咧讲好朋友做伙哦，就是安尼饮淡薄啊，该欢喜啦。来来来，想要甲我灌酒，嘛好，我就顺这个势，和文斌加饮一挂，趁伊酒醉失意，好发挥安慰。嗯，这酒真香呢，文斌。咱先把酒啉完，再来讲恰秀的代志。奇怪呀、啊，我来感觉哦，才有妖气呀。因为这个查某，就是水蛇精，看这个本事，将文斌跟吴春喜要做阿母啊，有可能会受到伊的阻碍。啊，这声好啊！啊！今一个吴春喜在咧排队啊，啊，搁一个水蛇精来咧斗闹热，啊，嗯。托你讲，我好无咱先等下庙研究看要哪做。秀瑶，啊你是安怎？洗手。安那好啉无？用蛇泡的哦。用蛇泡的。竟然啉到用蛇泡的酒，吐不出来，看，一定爱你去啦，伊一个人要来应付啦。你敢是春雨啊？文斌，你要去对？我拄只看春雨敢那有啥物代志啦，我想欲去来斗三工。迄有可能是你家的家内事啊，恁两个外人去是要创啥？春雨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啊。林大华，住手！你好，毫无勇气哇！娘啊！啊！你救命啊！林仔，我怎么？讲到恁两个啊，谁在跟恁大人大正啊？啊，搁你伫恁老母的脚上后面，无路用啊！李夫人，我交代你的物件，摕来未？摕啥啦？我若无欠你啥，那是你家己做恶多，才有官府掠去啦！你这小查某，你是讲啥鬼？你家己有阿哥，我跟你比啊！春英，你稳住！春英，你赶紧把胡林给上船走，然后给追刑。对，臭海产，你竟然敢欺负一个查某囡仔，你真是下贱下贱！兄弟啊，别跟伊讲这，你给拼！臭海产，跨江！袂人阻止我！别欺负兄弟啦！你别欺负兄弟！别！你这查某囡仔赤白白，我介意。
李夫人，这查囡仔我已经啊！哎呀喂！李英诶，敢讲你要我一拍火，将一间布庄啊，搁有恁两个宝贝仔囝烧死！你，我答应你。崔，你袂得走！你若是把我阿哥、阿哥后边遐锁，就跟你走。真好，我来欣赏你安尼叫上好，啊，你叫资格做我海产夫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听讲六十架子的太岁当中，有一个伫仙歌造型特殊，因为伊目睭跟妈祖婆的千里眼同款，会当看到三界之外。金鞭大将军哦，是姓叫做杨仁，啊，伊伫商朝的时候，帝王还要起这个六台，开民生真大的金钱甲流量，啊，所以就劝伊讲，你唔通起帝王是一个暴君，啊，将伊目睭挖落来。将军去到这个帝王挖出来目睭了后，转去到道德真君，给救入于紫阳洞，伊将两粒仙丹给藏入这目睭内底，结果两只手内底同款，搁有两粒目睭，目睭内底会当看到天地人三界代志。相传道教希望六十架子的太岁每年都有人值班，所以就从历史上较有代表性将军，将因安排圣旨，予因生命伫升官。我哪有爱